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我在这里要劝告众生一句话，凡事往好的一方面去想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去讨论人家对错，也根本不需要去论断别人对错，你只要把你的思想回归到正知正见，思维善知识所讲的话，放下你的怀疑，放下你不必要的操心，你将来的果报自然就显现。这个思为什么？你凡事往好的一方面去想，就对了，就对了。八十天中就完全清净的。